号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事业传奇让人津津乐道，但是有关他的最新纪录片《乔布斯：机器里的男人》星期四在美国上映，内容却是对乔布斯的个性和私生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，涉及他不认亲生女儿以及苛刻对待员工等事宜，称乔布斯的一生大胆顺利却是残酷，引发苹果公司不满。